今天给小伙伴们带来自制的钢铁侠娃娃盲盒，这次就来拆开它们了。封面这些都是用手绘画出图案，尤其这里有四个小钢铁侠，他们各有不同形状变化。接着这个黄色的面具头盔加上它的侧面就是一体的，里面会有什么的呢？点赞了就是不能同时点赞关注，怎么这次双击评论就有图案哦？我也试试，确实看到四个好友，据说写出这个字就会有特效，自己试了一下，确实是这样。先来拆开这个，这里写了，有一次钢铁侠被外星人拿走所有的装甲，他们把装甲藏在哪里呢？钢铁侠为了拯救伙伴，请帮忙寻找他的装甲吧。打开后看到他的双腿，这不会是他的装甲吧？接着再来看四个小钢铁侠，里面会有什么的？拆开后得到四个飞行器，然后来拆开这个，感觉不会是头盔的吧？哎呀，真的是啊！再来拆开手提包，这回拿到他的装备了，就是不知什么东西。接着就是手套，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吗？拆开后看到他的手臂和手套，最后就这个了，不知是什么，打开看看就知道。这就是钢铁侠最后装甲。现在我们找到这些，把这些装甲组合起来。组装差不多了，马上就完成。哎呀，这个就是钢铁侠，组合起来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就让他去拯救伙伴吧。对了，这个复仇联盟一号钢铁侠盲盒，其他的在哪里呢？下期再见。